算乐天连线了、啊。日本职棒的东北乐天金鹫队，当然现在也算是台湾乐天桃园的母球团了、啊。两好三坏，哎呦，这位女性球迷是不是有被球给 K 到、啊？对啊，现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当然也赶快过来啊。141公里没有进到好球带，四坏球保送。陈允杰今天得到了第二个四坏球，所以三局过后，龙队总算要出现了上垒的打者。看一下刚刚这个界外球的弹着点，最后掉下来，虽然这个男球迷是很帅气的一把把球给抓走，但是掉下来之前应该是有先 K 到前排的观众。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